是我在，在。我跟你讲一件很好的事，就是2023大气，地球有一个火山爆发，然后就是用这些的土系，就是用这样子爆开，然后我就第一次就记得这些，然后就是第温泉式的方法，就是你把阳光下上一上河面，然后阳光下的就是烧金子，烧树炭的，好靠的，而且就是红蓝无路罪的那个，不对，红蓝的那个城市就是在上面，然后往下，就是像这样子。如果是像这样子的话，这个人要说50到100，然后就是天空飞起来，然后就是飞下，然后就是飞机什么的，然后就是在山里面或者可以走动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可以先生的话就可以订阅，希望你有可以知道的。